费800万打造全新的单曲 Nuck Nuck Nuck， 就是要有别首张 EP GMA 的谈风甜美，要求 Nuck 敲出在恋爱里成为一个有态度的新女孩力量。尤其在这支舞蹈里，强调着热闹中带点 jungle 的曲风，又要符合悄悄爱歌词的意境，所以当玩幕后小组到舞蹈教室探鬼鬼班，看到首次曝光的舞蹈师小手手，真的会忍不住弯曲，没事就在敲敲敲。他就一直敲，所以我就编这个部分。今年初就开始构思这首新单曲的鬼鬼，找来由 XO、少女时代、SHINee 等知名偶像团体御用的作曲家量身打造，所以当音源一出，马上就被 Nu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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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旋律完全洗脑。只是当幕后小组在跟着 Nuck 中毒的同时，被舞蹈惊艳的同时，不小心发现了一个超吸引眼球的画面。我不小心就会发现你屁股真的好翘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屁股真的很翘，不是，我忍不住就会一直看到他的屁股，然后想说他是故意把屁股这样翘。对，他屁股真的很翘，跳色舞很好看，因为他人物身体就是一个弯弯起来，对，害羞，屁股真的很，对，老师这个动作，怪对啊，对，是吗？是故意的，是这样子吗？对啊，我觉得好像是怪圈的，你说他的屁股，你说他的这个翘臀吗？对，翘臀，不是因为他你以前有在用力吗？对啊，我刚刚也是，他没有，对啊，他很高，因为我刚想说他干嘛要拿撅屁股翘？有啊，拿你出来，没有，你的比他还翘，你的真的有，你上面真的很跟沈小鱼，他沈小鱼高，我知道，我要强调他的翘，是吗？拿其实他算蛮保守的，他蛮保守，因为老师有没有叫我穿这么短的裤子？我叫他穿那种辣的，真的，那所以是，就是我就慢慢来，慢慢来，现在先曲线出来，慢慢，那你上次在那里是在哪里？那个吧，我要他穿很短的裤子。他一定要再多做一个小波浪。那这件事应该也是 O 啊，因为那你这是比较强调性感嘛。性感也不一定要露、啊。是没错，但是因为你知道你屁股，我刚刚是我是一个正常女生，就是对不对？不是，我觉得这样很大、啊，很没有大，就屁股很大，他都会觉得太大。我觉得大腿再细一点会更完美。屁股吗？大腿细一点，再细一点哦。但是你不能再跳了，这很好看的。我刚刚觉得这样非常健康。对，形状，形状是，还是你要跟我一起跳？我没有办法，我自己还有办法这样。Oh sorry， 小记者真的不该。那不多说，男孩女孩们好好来欣赏一下 MV， 活动活动筋骨，没事都来 Nuck 一下喽。完全乐话题，陈光杰独家采访报道。完全娱乐。